下一份工资你甭想了。我等劳动局的。我现在就违法解除，我告诉你了，我现在就违法解除。你凭什么违法解除呀？我违法你管得着吗？我违法你管得着吗？违法就违法呀，那得按照法律办啊。我对呀，我违法，你听不懂人话呀？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我听劳动局的说法呀。你听不懂人话呀？你现在可以去啊，你现在就去啊，你现在给我走，现在立刻给我收拾东西走。我等劳动仲裁的说法呀。我现在取消你所有的权限，不允许你再进入我的公司。你可以去等，咱慢慢打官司。我跟你说了，劳动仲裁一审二审，我有的是人，我慢慢等着你。你试试看，你他妈两年半找不着工作，你试试看，你甭想再找工作。我他妈下个月有饭吃，你自己想明白吧。你跟我这儿犟，你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？你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。我就是没有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违法。我告诉你，我违法怎么着？公司 HR 什么素质？就是这个素质，怎么着？你敢上传一个试试？我现在就打110。那是你违法了，你都承认你违法了。好，我现在就打110，然后马上把你请走，好吧？你缓缓等。你都违法了，你违法在先啊！我说了呀，我没拦着你去告我呀，我拦着你了吗？我等劳动局的说法呀。